陈乔恩和老公曾伟昌结婚后时常在社群放闪，日前两人出国旅游并分享一系列美照，其中他也聊到减肥方法。陈乔恩表示，粉丝常询问他为什么吃不胖，但他坦言自己也会变胖，还每逢旅行胖三公斤，而他一直尝试用葡萄柚减肥法，并成功一星期瘦了三公斤，可以将方法分享在个人小红书账号供粉丝参考。然而却有网友将重点放在小红书，留言表示宝哥子安全抵制小红书，如果你大方不如在 Instagram 分享，让陈乔恩看了忍不住亲自回应有病。许多粉丝看了也力挺陈乔恩，并纷纷称赞她真的太漂亮啦。